于重赏战队的狂战服。欢迎吴尊战队的火狐，欢迎张一山战队的拳王，他那一台还可以升高低嘞，太可怕了！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因为我看到他准备的时候啊，就觉得人家很牛。吴尊也是这么想的，可能自己一人可能够呛。无论如何，咱们先一起打他，先把他干掉，先把他干掉，然后咱们再厮杀嘛。要不然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种战术吧，要不然实在是太难打了。我们，你跟他说，我们先合力把狂战斧击打，然后再。不会，计算，要计算个 P 的 V。请先发经理人郑爽走进我们的操控间。先发经理人可以在自己的战队操控间操控弹板机关两次，火焰机关无限次，自由搏击马上开始，请准备。上去以后，大家打着打着就又成混战了。狂战斧一整场都在针对拳王，拳王想躲但无处可逃。狂战斧的速度太快了，狂战斧的战斗力惊人啊！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叫狂战斧了，太狂妄了！撞到边上，然后砸！狂战斧把拳王逼到了角落，时刻贴着他打呀。拳王现在非常的被动。拳王感觉根本就没有任何还击，就是他的武器根本都转不起来。快看！哇！哇！拳王还击了！黄战斧底盘被拒，会给他造成重大的影响吗？被举都不
拳王的横贯已经失灵了，压着他打呀。I can't move。Brilliantly in that last battle. They kept perfect control over the most dangerous robot in the arena and kept on it all the way. So absolutely brilliant performance,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m go further through the competition. So, well done, really good. Wow, so cool. 的确很强，我就不必要再掩饰自己心里的骄傲了。没有办法，那就是完全实力压制，所以输得心服口服。我的天哪，简直是一场屠杀呀，幸亏我没参加，后脊梁骨发凉，我看着我，哇，好可怕，这样子的，然后攻击人的时候就啪啪啪啪啪啪啪。我们三个，我们其他三个男生在那边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在那边真的呆了。在刚刚结束的这一轮比赛当中，来自于郑爽战队的狂战斧直接 KO 其他两位对手，所以毫无悬念的得到这一分，恭喜郑爽。郑爽真的一上来下半场给其他三位来了个下马威，虽然是首发经理人，但是打破了魔咒得到了这一分。这世界很酷。